电话堵车。大家好，我是云嘎，今天给大家去看蒙古展会啊。每一年冬天这会儿都会来到我们这里有一个展会，去年也给大家拍过。又一年冬天到了，然后这次呢，我给大家去看看他们的价格，不要想得太美，我给大家代购不了。上次有很多人问这个好看那个好看，能不能给代购，这个真的做不到啊。先给大家看看价格，然后买不买先且不说，心里有个数好吗？对，上楼。完蛋了，这整个头发不要拍了，我头发已经都不行了。他们不要拆掉，不要拍，你可怜。我就拍，好小哦，哦，我头这么大吗？你在这家里面。这个算吗？二十五转的，看看转哪？我没你，我没有你啊。完了，这得等一份。那个卖800的，这不快递给我加着。我没你，我就想帮上去试了一下而已。那太坏了。那我不知道这是你们质量问题。哥，别管你坏呢。我也不能惹你。是啊。我就担心你不是我质量问题。你是也是人品作用，你知道吗？不是说我为了讹你，你说我的质量问题。话你会说话，你知道吗？有那个事儿，说话就我，就是不是你们当你婶坏了，就是就应该是你的事儿，知道吗？妈呀，不要随便试。我们会经常戴这种长的耳坠，而且是银饰，戴的银饰比较多，尤其是再配上蒙古长袍子的话。哎，你可以进去。哎，老高，你们怎么穿？蒙古的不是这个，那个都是银饰。哎，老高，你有眼。老高，你假的，是的。哈哈，休息的。哎，你可以第二条去。那这种的180。哎，这干啥？我皮毛一斤两斤。小吗？啊，不是的。大家觉得合算吗？会大呢，先试一下这个吧。我以为会大，是我高估了自己的体重，低估了啊，不是低估了，高估了什么？看我油油的头发，嘿，它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里面穿了一个挺是这样的衣服的，嘿。眼镜是显瘦的，你来看。每一个试衣镜背后的秘密，为什么是长方形的？骗子。
觉得挺好看的。你的老气显老，这样的显瘦你知道吗？太亮了，我穿上整个就是膨胀的那种粉色，我一直感受到这个好重视啊，就是咸吗？不咸吧，挺好吃的，挺好吃的，挺好吃的。有试吃的吗？啊，有试吃的吗？没有，没有，我打开了，要是我给你，他弟弟自己打开了。嗯，没有，肯定好吃。这十五，哎，便宜，给你买一个。好，这俩35。抠抠搜搜。大家喜欢的锅碗瓢盆，这个很贵哦，这个好像上次我问了一下，大家猜一下这个的价钱，就这个小的哦。好的，我们要出去了，给大家看看我们在俺们东北一个商场的大门需要用到几层的这种来防护大风。嗯，这还是一个大门，这才出来了。